上七号船，哎，上船了以后就这样啊，上。今天几的票数？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今天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游船的一楼和三楼的前部是接水座位，然后三楼是敞开式的观景平台，它有户外的甲板。 然后二楼像这样的卡座，它是因为付费的。三楼的话，反正船头它是一个甲板，所有的客人都可以上去观景。但是太冷了，你一直给我拿着，在上面拍视频，可能手太冰了。这里是几楼啊？这里是二楼。二楼，二楼可以穿，正中间那个。二楼。 08.2157亿股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大江和暗江殿堂上方有许多密布的叶藻，格鲁瓦沙蝶主要发现到上海。
湖南、河南、武汉等地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游船正前方即将到达南京湾。南京湾是长江三峡东端的起点，也是长江中。193公里，由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。现在我们位于风光旖旎西陵峡中，欣赏着两岸间最原始的峡江风光。西陵峡是整个三峡中最为神奇壮丽的峡谷，自古以来人们传颂西陵险、巫峡秀、瞿塘雄。北宋欧阳修曾在《西陵山水天下佳》，西陵峡以险出名，以奇著称。峡中有三滩四峡，峡中有峡，滩中有滩，滩多水急。西陵峡中行劫稠，滩滩都是鬼见愁。形象地描述了过去西陵峡滩多水急、行船艰难的险境。随着解放后的航道治理，尤其是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建成蓄水，水位抬升，回水百里，蓄水后的三峡神秘不见，西陵峡依旧尤其，其中两坝一峡更是原汁原味儿。
Thank you.